四個日軍突然之間望過嚟。而個女教師同嗰四個日軍對望咗之後，當場呆咗啊！之後查翻出嚟咧，嗰幾個中學生仔搭得學校裏邊做 project 嘅時候，俾嗰啲日軍鬼魂上身啊！香港淪陷3年8個月，當時死好多人，所以凡係同日佔沾到邊嘅，一定會鬧鬼噶啦。杀人滩大浪湾，当年嘅日军带住一批批嘅尸体同埋俘虏嚟到石澳、赤柱同埋大浪湾呢一度进行处决同埋埋葬嘅。为咗了解大浪湾当年埋葬尸首嘅情况，我哋访问咗啲住咗好耐嘅居民。但系又大概有500人喺度杀咗噶。嗯，你见过啲尸体未？冇见过，但系掘咗俘虏骨头，我见到啊。大概掘咗300副到啦，仲有200副未啊，仲喺度未掘。乱葬岗华富村。华富村是全香港人口最多屋村之一，但是在香港沦陷时期在这里所发生的事，这里有居民有知几多呢？我听人说这里在日军侵占香港的时候是乱葬岗来的，你有没有听说过？有，是啊，鸡笼湾死好多人了，人几多人到啊？计数不定啊。有一些鬼故事是不是？有时啲女人打麻雀打打麻雀打死五只脚死了的人呢，哎呀，好痛苦啊！死得好辛苦啊，咁啊，系咁嗌啦。摩星岭尸骨遍野。摩星岭喺抗日时期系一个重要嘅炮台，而喺1959年，一班工人喺度修路嘅时候，就发现咗一大堆嘅人骨，相信系喺香港沦陷时期被一班日军所残杀而埋喺呢一度嘅。每当入黑嘅时候，人影绝迹嘅摩星岭更加显得阴风阵阵，更有传闻话曾经有人在这里听到一对军人整齐的步操声音，令到听到的人真是不寒而栗。万人坑惊士柏，日军侵占香港的时候杀人无数，除了香港岛的华富村石澳是乱葬岗之外，在九龙区不可以不提的就是京士柏。这里有万人坑之称，亦都是日军在当年用作杀人的地方。你的人拉得不啱就去街的对面就拍的了，他不理你的，他执埋执埋晒那些死尸就抌落去了。那叫什么？叫做什么坑？万人坑，即是乱葬岗。对于上了年纪的香港人来说，3年8個月就是一场惨痛浩劫，当年所流的每一滴血每一滴泪都难以忘怀，